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美，欢迎来到超写实战场模拟器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流程啊，继续接下来我们的进度吧。那么呢，这是第三的地图的最后这几关了哈。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啊，我们目前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只剩下11个关卡。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把这关卡全部玩完，我要把它结束掉。那结束掉之后，再来看状况啦，好不好？如果有新的玩意儿啊，有新的更新，老头应该就会上来玩看看啊。没有的话，可能就不会继续了吧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这都有变数啦，我也不在这边多做什么说明啊，反正之后再说。我们直接开始 ，Let's go。好的，我们这一局呢，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，有六只哈维哦，盾兵。我记得那时候盾斧兵我们是用什么打会比较轻松一点啊？用宙斯。可是呢，这样子的话，哈维会攻过来，然后我们现在只有3600块钱哦，我们现在有3600块钱，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用这个。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用这个双弓箭手，哦，这个实在是有点麻烦啊！不然这样好了，1400我们放一只国王，哦，然后呢，一只宙斯放旁边，放后面辅佐一下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们国王会死。我想一下，来，放看看好了。哇！等一下，我有看错？我是不是弄到什么个隐藏随机的？隐藏随机国王，小人国，干这个我就不能把它砍了，这个直接开始。刚拿得起来吗？我看不到光在哪里啊！干，这光超强的，根本砍不到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哇塞！这国王无敌啊，砍不到啊！所以他们靠里面，然后之后国王根本就因为太小只了，挥不到，他们就自相残杀而亡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破了屁！自己啊，为了打我自己砍自己啊！你看，我还在里面，哈哈哈哈哈！哇塞！我虽然知道这些人物创出来的时候体积大小跟种类都是随机的啦，但是这也太小只了吧！我的屁！你们看吗？啊，完蛋了啦！现在剩一只了，没有办法互相残杀了。哦，有了，刀拿出来了，那挥下去！看那老师也挥啊，挥啊！哎呀！看，这实在太好笑了！看，这个太小只了啦，根本看不到人在哪里。我看一下，你看有没有小人国的国王啊？哇塞，这个截图，看这实在太好笑了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这个要怎样用比较好？嘿，好，截个两张 ，OK， 没问题。下一局，然后呢，像我们看到这个是。盾枪啊，盾长矛的士兵，这个是希腊的。哇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从另外一边绕不就好了？我们干嘛要直线走这里呢？锤西，然后收1500，只有1500的话，啊，是整两只啊咳咳。嗯，这样怎么打？巴拉巴。巴拉巴巴，走这边。哇，为什么你要走那里啊？过霸气的。
没关系，我们的那个炮车卡住了，炉炮车卡住了，哇！结果还是被射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种炉突然消失了 ，What the fuck？ 好吧，哎，哎，跟他们一样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但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。噔噔噔，然后他们死都要走这条路啊？为什么？可以走别条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咬牙杀自己人，碎啦！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，大胜利！赢了赢了赢了！哦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撑得住撑得住！哎，赢了赢了，有没有赢了？啊，这个应该不难吧？3600对付投石车的话，我觉得就一只牛试试看，然后试看这个有没有谱呢？不知道了，感觉这只牛要死了，牛挂啦！哦，一只牛是不行的，鸡伯伴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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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一台。咻，飞起来！啊啊！应该要射投石机才对啊！嘣！不、哦，死光光，这样不行。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哎呦啊！冲啊！这样才快啊！有，我们四军。我们那个一面倒，有有有，剩下这三只应该妥了。快点快点快点！完了完了，卡住了，死了！嘿嘿，哎，搞什么东西？冲啊！冲啊！喂呀喂呀喂呀！真意外啊！再一次，林北就不相信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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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！哇，被自己动脉卡住！你看那个士兵，有没有机会？哎、欸，我们哈维还在。有有有有！快点快，打这个！对对对对。啊，洗吧，一只就够了，行不行？Go, lucky ball, go！ 快速的解决这些该死的家伙啊！哎，完了完了，数量要减少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怎么办呢？牛牛，牛牛行不行？两只这样清的快不快？牛死了，牛要死了，牛要死了！哈哈哈哈！宙斯！哎呦，水哦！没有打到牛，我靠，都飞超远了！完了，这牛要死，这牛要死了！哦，我们的宙斯天生神力，区区区区一颗投石车算什么？啊、哦！但是会被刺死，妈的！那我们也投石车啊，要谁一起死啊？你两台，我有两台，好不好？国王，不要再那种小国王都好。哎、欸，没死、欸，好硬哦、喔！
啪啪啪啪死去。没关系，他们同时车挂了，我们有机会吗？剩下 ，What the hell？No， 再一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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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，飞那么高。国王，哇，直接趴了。想想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人挡住他们。一只，感觉不太行。感觉会死哎、欸！哇，死了两只。哦，可以，快点，剩下啊！哈完了，我觉得还是死。这个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知道了。通常这种东西啊，都要冲出去当一下炮灰嘛。哎、欸，我们那个炮灰的话呢，大概就这几只，最低成本单位，有了有了，挡掉了一波，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了。碎，同时这还有一台，啊，完了，势均力敌，没有，我们现在剩一只。死去，我觉得一切都有变数，我们再看一次，没问题。来吧吧吧吧吧，快点快快，清掉清掉清掉，有有，这次挺快的，我要死了，居然，别，哇，这射到石头是不是？哇，这么巧妙 ，Oh my God！是我们比较数量比较少而已。继续开，继续开。哎、欸，没有错。不知。What the fuck？ 别！别！弓箭手大对决。No。好，非常好，输了。What the fuck？ 别翻车，别翻车！干，老师翻三小。你又翻车了，我觉得要摆在后头还是放前面啊？算了，全部都弓箭手好了啦，比较有机会。哎，我们可以放远一点，比较分散，比较不会有事啊。弓箭流，感觉有机会。自己毁自己。哎、欸，弓箭手，快点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一只一只敲，我们用射的把他射下来，没有刺哦，赢了，赢了。我觉得有机会，有机会，看谁先攻击而已。有啦，三打一，四打一，这个能不赢吗？靠去，碎。Victory， 哇塞，结束了，这么难打，哇！这个看到这位辛苦了，知道吗？蛇蛇弓箭手，我有4000块耶，这个一定要动用宙斯啊，这还用说吗？好了，再来就是，哎，他们都拿盾，他们都拿盾的话，这是有点麻烦了，投石机。投石机，再来一些弓箭手，做个阻挠好了。哇，宙斯真的是神，超级好用的，好不好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清超快的，这个宙斯真的超夸张。哇，我现在发现我这些宙斯的身材还蛮好笑的、啊。我们这宙斯胸膛很雄伟广阔，那个没有脖子，你看这没脖子，那我们宙斯也太好笑了吧。